和曹佑宁先前被发现一同出游逛街，日前两人还一起去日本游玩，而爆出恋情消息。对此，曹佑宁也在22日出席活动时大方认爱，还透露女友私底下活泼又大方。而王静得知曹佑宁霸气认爱后，听到男友称赞她活泼大方，王静也笑说：“大家应该都这样觉得吧。”接着表示两人交往时间不长，希望能像正常人一样过生活，认真感受生活。认为如果连生活都要顾虑一堆事，实在太辛苦了，所以就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最后，王静也称赞曹佑宁是一位很平和的人，充满粉红泡泡的说：“他的好大家都知道。”至于被传出想婚，王静否认并直言：“目前的一切都挺好的。”也呼吁若在路上遇到他，希望可以不要偷拍，留给他一些私人空间。